我怒过，一转天地，不用对手穿身，一声劈旋破天盖地，所有技术进行毁灭。来吧，来吧，一劈化三千。天文三雄哄笑表演，三步四击进一白空。来吧，让我见识永远敌人乌皮龙君亲切的顶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乌皮龙君将以动用敌人的失败，输下我天下第一的威名。笑！强将高将，气流飙烈，顿时攻防数兵完，烈影贯云霄。好，一招刺探天机，随后便是毫无保留，英雄将的遗体接受。好。对上魔气甲，我比龙君将含苦剑。你哈，明流！幻魔棍，一阳尽毁。向红再出勇招，将气高吹，红魂失色，整个天文山也危机动摇。我比龙君就来破体，干魔出世。龙如山，火星气个，你就只有这点么灵耐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天下干部乌白龙君攻不破的部队了！后羿笔记，乌白龙君角色再变，军纪又降平，我想连环一点突破。阴阳一体，我都暗影一交一步。气高剑不可摧，连招失礼，环境虚惊。阿塔阿赫达，这就是妖魔的实力。乔如来是对的，但根本就不是对手。用命霸气的男人刺身。我真值得欣赏。在魔气界面前，你无用，无用啊！挥剑的火药，落队的剑脚，乌白龙君不敌欢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个魔气界！起庆啊！幻魔棍，一转天地。
勇对手穿上，黑色披旋铺天盖地，所有之处进行毁灭。来吧，来吧！一气化三千，一啊！百千灵气射出三千之华，包容万物，能有一武，喷发对手毁灭之招。白龙君，你已经能将本座最具威力的招式进化虚无，不仅让本座惊异，但你的下场应是不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白金的字将不存在我白龙君的心胸，凭你的雄心要心酸吗？百里只输一招，天魂山红魂之剑进入最后的阶段，霸者领眼，手握圣冠，王者随胸，姿态硬拱，无敌的逻辑，来吧！让我看你有什么英伟，幻魔关，暗玉侠勇。啊！妖魔相中一顶，天魂山地撼三丘，幻魔关最高一星，侠勇故事，一步之处进行冲击，文烈古村，惊天魔圣地红彩。啊！只见乌白龙君尽收万物之气，化为诛心之力。中修炼魔刀斩向红云，瞬间红云发出万丈火光，引得天地剧烈震动。一出世，天魂三雄。啊！呀哈！啊！妖魔心中一气化九变，魔气到定义淬炼。乌白龙君却是再度分化。啊！魔机甲破落，魔机甲破落。而但是乌白龙君已，就在众人混乱之间，便所再起，温红最出了惊人的举动。好、啊。